张子萱怀二胎了，陈赫一家三口罕见露面，张子萱小腹明显很突出。最近媒体拍到陈赫一家三口露面出去聚餐，很少看到他们的消息，确实很罕见。不过张子萱穿着宽松的裙子，小腹明显很突出，难道是张子萱怀二胎了？网友很是怀疑。其实陈赫和张子萱这一对夫妻在娱乐圈是很低调的，陈赫在什么节目和采访都很少提到自己的妻子，不过也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。而且张子萱是想复出的，她复出的行为是很低调的，很少人知道她复出的消息。